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营长。那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我前两个礼拜拍了一个泡面罐头，那时候罐头不小心买太多。那我这个人呢，又非常不喜欢浪费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决定好好利用这些罐头，把这些罐头给消掉啊。我们还剩下一罐尾鱼的一个芹鱼辣味肉酱，然后还有这个上次没弄到的这个什么红烧小卷，目测就这样，我们就解决我们买出来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就是，所以就要假荤吗？没有，今天是吃正常的食物。我自己独创，好不好？我去买了水饺皮，谁说水饺里面一定要包馅呢？对不对？水饺也可以拿来包这些罐头，所以我们家就是用这些水饺皮，然后把全部的罐头，然后塞进去里面。好恶心的模样！说不定很好吃哎、欸。我是不是天才？是啊，因为上次那个泡面这样加起来是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你有吃过水饺里面包罐头的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没有。你看。完全不浪费任何食材，不会完全不。不，我就问你，我这些罐头放着，你会吃吗？那不会啊。那你晚上要煮给妈妈他们吃，就是要煮给他们吃啊。那你会包水饺吗？我先要尝试啊。好肥啊！有没有跟你们收钱？我们第一个，你比较想用哪个？先用尾鱼的好。尾鱼哈，嗯，我都尾鱼的充满信心了。哇，这第一颗分量这么饱满哦。当然啦、啊，真材实料好不好？可是包得起来吗？你要包不起来，直接水中爆炸。哇，包不起来，没关系，我们赶快拿第二颗、第二片出来啊。那个刚吃过后，我现在刚吃饺子，是不是？这样子，这应该可以吧？这样包得起来吗？有没有？这个边边要沾水，包不起来。怎么那么难包啦？我的天哪！我是要做水饺都变小笼包了。我感觉这个尾鱼就可以包个20颗了。对啊，你这个真的很像小笼包很像小笼包对不对？有模有样来继续。好，我们就是把这边全部弄完。那个会不会等一下煮到馅都掉出来啊？希望是不要了。No。我真的没想到。这个罐头看起来不大，然后我们总共包了几颗啊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啊，已经16颗嘞，55颗应该包得完哦。可以。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这些。你还好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不只准备这些，还要准备特制的。然后特制的就是各一颗，然后看谁水饺吃到那一种。Nice。好，各位，你们看这个水饺，看起来有模有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已经是小笼包了啦。小笼包啊，这个丢进水里面可能就直接散开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补强它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把上面这样子给它转一转。好丑哦！这给我钱叫我吃，我也不要。来，这是我们第一块芹鱼。你看这次这个水少很多，相对的好包很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上面都干的，包起来是像小笼包。有啦有啦，看起来蛮特别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第三样。这个是什么？肉酱，辣味肉酱。为什么它有这个啊？这到底是什么啊？好恶心哦！好，没关系，管它的，反正应该不是我吃到。嘿嘿，不爱。我们下一罐呢是这个红烧小卷，它多大啊？其实不大颗好像直接包了进去哦。试试看，好，直接抓两只。其实这样远远看很像你上次丢进面里面的蟑螂。你烤吧，所有东西都吃进去。这都靠边吃蟑螂。有没有？这样有没有一点感觉？有了有了，有饺子的样子。有了。你包了这么多颗，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啦？你说我？对啊。因为手很酸。OK， 那我们罐头利用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饺子皮还剩下这一些，其实还蛮多的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打开我妈的冰箱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利用，好不好？里面有一罐辣酱，然后这个腌萝卜、豆腐乳。那现在就来进行我们这个第一个特别的，豆腐乳。哇，整块给它放下去，这个一定很够味。希望这个等一下我不要吃到，感觉就吃下去就直接是洗肾，有没有？萝卜水饺是不是？萝卜，我们给它放一整颗。我个人对这个最抱期待了，哇，这个一定超热！哦，这个很辣是不是？非常辣。好，我们就给它弄这样子就好。第三个这个辣椒水饺，我希望这个是我爸吃到。你有吃过水饺皮水饺吗？水饺很空虚的感觉。你有吃过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对，我们这个水饺就是这样包。
我们这个水饺皮里面再包一个水饺皮，给它放进来。各位，这是水饺皮水饺，我们给它放进来。好，那我们大功告成了，现在接下来就是进入这个煮的环节。我先把这边全部收拾一下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肚子饿不饿？好饿哦，很饿哦。来。怎么了？这是水饺还是水小笼包啊？啊，没有，技术没那么好啊。我想包水饺，啊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包成这样。就是这个是小笼包，突然不饿。这就是鲔鱼罐头，我自己包的水饺。嗯，鲔鱼水饺，啊，这边就是综合很多奇怪的啦，就是奇怪的，啊，糊掉的感觉，好像在吃面粉哦。嗯，对啊。你看现，好吃啊，完全没有尾鱼，我这尾鱼全部掉出来了，掉出来了啦。那个皮蛮厚的，哎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就是那，你觉得这个怎样？这个是看不行，要先看一下，还是爸爸爱的？为什么有点那么诚实？是爸爸不挑还是妈妈对挑？肉酱的好好吃哦，很多汁哎，咬下去那个汁直接喷出来。你是吃肉酱啊？肉酱是这个，哦，肉酱是这个，对，走的肉酱，那这个是肉酱，好吃。还有小卷的，不好吃。你每个都很好吃。我煮的让他说好吃不然一定是大拇指了。这导入哦，还有导入。我的天哪！要不要来一口？哦，你刚好配面皮吃，刚好配面皮吃。哦，你看。跟我们一起的样，爸爸会吃到这个。我以为是萝卜，你知道吗？看起来像萝卜，没想到是豆乳。搞不好包萝卜比较好吃哦。我包萝卜啊，只是我找不到萝卜在哪里了。这个很咸哎。那个是什么？你那个是什么？朝天辣椒。朝天辣椒。我以为它是肉酱。容易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上去找我弟好不好？这是为他特制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水饺皮水饺。肚子饿吗？我们全部人都吃了。怎样？来，很辣吗？不会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要这样子，要配这个葱。嗯，好，水饺皮这么硬。吃得出来里面包什么吗？都是石头吧。就是里面包水饺皮。Because you laugh when you get mad, and when I wrap my arms around you, suddenly we just forget.